你在警察后边飘过了吗？啊？哎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啊！哎，哎，给你说话呢，你装什么犊子？给我的粉丝打个招呼。你这逼什么情况？看不起谁啊？看不起谁呀、啊、你啊？跟你说话了，怎么这么对待我们这些人呢？对待我们的粉丝，大家取消他的关注，把我们家警察的关注给他取消。感谢吴氏，吴氏，和和。感谢我们家中国梦，过来打个招呼，装什么逼的装？看不起我们呀？你看不起谁呢你？啊？是不是找打？破，全头发破。关键我被洗脸，被洗脸。长度行不？行，这个长度行。没你长得帅。真取关吗？别取关，跟你们开玩笑啊，好赖话听不懂啊。取关是这么说的吗？取关是背后说，开直播的时候你们把他关注取消，这当着面能取吗？给他点点关注啊。我没洗脸，停水了。你发现他长得像那谁吗？像谁啊？像谁呀、啊、像巩俐不？长得像不像巩俐？像毛巩俐啊！我喜欢巩俐。哎呀，巩俐！感谢我弟弟考文官啊！给大家打个招呼，好好说话，别一弄大家好。平常跟我说话怎么老狠了？站定！我洗头了。